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那么心经的五蕴皆空法门呢，听起来非常的高深啊，好像很难修的样子。可是呢，透过师父的解释，我们发现只要常用这样的观念来提醒自己，事实上我们一般的在家众，那么在日常生活里也可以靠这个法门呢得利不少。那么心经这部经典呢，可以说是佛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它在日常生活里面还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圣严姐好。是，师父您上次讲的那种五蕴皆空的法门啊，无论是从高深的一面来讲，或者在从这种日常生活提醒的这一面来讲，我觉得对我们都非常有用。那么这样子的观念是不是还可以怎么样把它推广开来呢？其实心经里边呢，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接下去还有东西，这五蕴皆空呢是一个总纲，一个纲领，从五蕴再把它详细的分析，一个是从啊这个空间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另外一个从时间的分析啊，还有从呢这个凡夫的立场来分析，来修啊。有另外呢一种呢，是已经成了佛了，或者是呢已经呢解脱了的人了，这个成为圣人了，那个时候究竟怎么样子的修行，这部心经就是这样子啊，从基础的到最高深的虽然只有260个字，每个人都可以用的，对啊，虽然只有260个字，它是一个非常啊精简呢、啊，而适用的一部经典，但是因为讲的人多吧，这个什么般若啦，什么涅槃啦，什么空啦，不断的讲这些名词的时候呢，就让大家觉得这是莫测高深。其实心经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就可以用的，而且它根本就是讲的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身边的。手边的事情，还有呢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的一个实体就是讲的我们这个人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产生一个人，然后变成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能够不受苦从受苦到不受苦那怎么办，这个都是心经里边都讲得很清楚的。因此呢我们先把这个从这个空间的从这个空间的分析理解什么，理解心经，那然后呢从时间上的分析，还从修行上的解释和介绍，然后呢从修行得的经验究竟是怎么样，这心经里边讲得很清楚那你一定相信想要知道，所以我们身边究竟是什么，手边是什么，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究竟是什么，对啊，师父刚刚说我们是为了我们日常生活，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的样子，这没什么不可思议啊，他这里边讲这个讲六根六尘六色都讲了，那实际上这个六根六尘六色我们也可以自己在体验的，所以六根很简单呢，所以六根就是我们的生理上的以及生理上的现象以及呢从生理跟心理配合起来这个连接点，然后呢再到心理上的现象这个，然后呢再讲这个环境上的现象，那这是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除了生理现象心理现象以及身心和环境彼此互动的关系，那就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吗那我们讲的所谓六根就是生理以及生理现象跟心理现象的配合处，对，六根、就是、六根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根呢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师父在前几集我讲过的意识就是把前一念的这个
前一念连下来，连到后一念，这把前一念的念头当作后一念的念头的根，叫做一根。那前一念从哪里来的？前一念呢，是因为这个身体这个五官呢，身体跟这个环境接触而产生了五识。环境的是什么呢？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叫它六尘，嗯，也就是环境。是环境里边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大概容易知道。对，那个法是什么？法是一根所对的境，那是符号，是符号观念，符号观念，这些符号是，比如说红，红究竟是什么啊？你说红的颜色是色，但是呢，我们语言上告诉你红，那语言里头并没有红，但是呢，让你头脑里面一想到，这听到一个红字，红字，你晓得啊，这个是指的红颜色，那这是个符号，变成符号以后就变成法，这个，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五根或者是六根，对外边外境的六尘，这个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如果说没有第六色，没有色啊，没有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个色，那这五根，跟五尘相接触，就等于没接触，是，那一定是有心理的经验和心理的功能加进去，那就产生作为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现象的事实。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受编的事嘛，就是我们生活每天都碰到的，每天都在都是这样子啊。现在我们两人谈话也是用的什么根、尘和色，是。谢谢师父开示。透过师父的解释呢，我们知道260个字的心经看起来非常深奥，事实上呢，它是非常精简、非常实用的，而且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在生活里面时时可以用这样的观念来提醒自己。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